谢谢同学哈。然后我要很诚实的说哈，我特别喜欢九月份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干嘛讲啥呀？九月份开始，我觉得我跟讲很多次了，就说其实不必要这样子啊，我都知道同学的心。哎，过来一点啦、啊、，Hello。那行、啊，那下面过来一点。好，我知道同学，我不就像家人，我其实我对待同学感觉都是家人，像多少年我要看你完成防疫，因为今天哈、啊。他通常一起来玩哈，做亲戚呢哈，他是秀姐呢，他是哈、哦，喜欢看到我们家人，所以等下也他偶尔会来，会叫我的时候，我现在很开心，哎，他也来了，好、哦，一段很平安，你看他很忙哈，有啊，有病情的，好、哦，今天把我们家人哈，其实我要跟同学讲哈、哦，最近哈、哦，就是今年真的是。